金色的美貌要开始躁动。在接下来的长夜里，你恐怕会遭遇许多挫折，见证众多悲剧，最后目中所见只与黑白二色。但请相信，在那黑白的世界中，会有一点红色稍纵即逝。在你做出抉择之时，它必将再度实现。而你要仔细咀嚼其意义，然后回到清醒的世界去。我们都将在那里找到答案。看来在秩序的乐章里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声音。匹诺康尼最初也是最后的不协和音。一切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无疑之日已至。哲学的胎儿为我等重塑天地万象。所以生命因何而沉睡？因为总有一天，会从梦中醒来。夜晚还是太短了。哥哥，梦该醒了。